马娃台风不断的增肥长胖，轻疾风暴风半径已经增大到30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已经创下了今年地表各大洋最强纪录，它的威力可说是相当惊人。而中央气象局预估之后它仍然会持续的增强，最快下周一就会发布海警，不排除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根据最新一版美国模式预测，马娃台风北转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是这样回马枪直扑台湾的路径，而气象局强调会参考各国模式综合考量。船上工作人员加快速度，将一箱箱的物资搬上船，从台东再往绿岛。马娃台风来势汹汹，持续向巴士海峡西进，预估周日到下周一就会北转。但根据最新一版美国模式模拟预测，马娃台风路径北转后，恐怕会来个回马枪直扑台湾吗？每一次的台风预报，都会参考各家的模式，那我们会根据经验以及校验的结果来采行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北转的位置跟北转的角度将会是决定这个台风距离台湾远跟近的关键。气象局保守预估，毕竟台风路径变数多，但不变的是马娃台风仍在持续发展中，对流旺盛加上结构对称，暴风半径已经来到30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维持每秒58公尺，创下今年地表各大洋最强纪录，同时也是气象局有记录以来历年五月最强风王。它目前的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58公尺。所以已经破了2011年桑达海警的时间点，有可能会是落在礼拜一发布路径的机会也是不排除。不论这个地表最强台路径怎么估，下周开始北部东半部都会变天下雨，民众出门都要备妥雨具，做好防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是药也是毒，台中武林农场初夏时节进入了毛地黄的盛开期，花朵外形犹如风铃一般排列集结成串，在微风当中轻轻摇曳，十分的美丽吸睛，因此有着山林艳彩小铃铛的称号。毛地黄经过萃取是医学界著名的心脏用药，在野外可是切勿任意的来摘采食用哦，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人体呕吐腹泻、心脏衰竭，严重的话甚至还会死亡。铃铛般的小花朵集结成串，颜色有粉的、紫的，也有白，随着微风轻轻摇曳摆动着，让人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随时都能听见动人乐章。什么？铃铛，有人吹喇叭，有人摇喇叭。缤纷美丽的花朵现身在台中武林农场，叫做毛地黄，有着山林艳彩小铃铛的称号。每年5到6月是盛开期，生长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区，生长高度平均70公分，最高还能长到180。它是一种著名的心脏用药，它因为具有一些能够收缩心脏、加强心肌的配糖体。毛地黄因为含有类似夹竹桃特殊成分的强心配糖体，经过萃取是著名的心脏用药来源。不过在野外切勿任意采摘食用，因为毛地黄是药也是毒。正常的人他在误食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心脏的问题，甚至一些呕吐、恶心、腹泻，还有肠胃不适，甚至可能会造成死亡。毛地黄每年初夏进入盛开期，拥有可爱外形、缤纷色彩，特别吸引民众注意。下次遇见时，记得用眼睛看就好，千万别用手触碰。记者部这么导。台日新闻的独家报道，屏东县长周春敏再度率队飞往日本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行程，预备把今年第一批生产的台湾爱文芒果送到日本东京的超市抢先开卖，同时呢，也要把其他水果像是金钻凤梨、香蕉以及天然果干一次介绍给日本民众，让屏东好物的品牌持续走向国际化。源源不绝人潮前来排队，挤满整个广场。到底什么这么夯？原来大家都是为了屏东芒果而来。最当地、最新鲜、结实饱满的芒果被包成一袋一袋，随着屏东县府来到日本东京。亲自贩卖就是要把屏东芒果交到日本民众手里。屏东县长周春米时隔2个月，25号再度率队飞往日本东京，而这回带来今年第一批生产的台湾爱文芒果，要抢先在日本超市上市。现在台湾屏东最好吃、最新鲜的芒果，来跟日本的朋友分享。不
止带来芒果，其余水果像是金钻凤梨、香蕉，还有利用芒果、凤梨制作而成的天然果干，莲雾加工品也通通带来，要一起介绍给日本民众。还有一个水果叫做莲雾，它目前就是把它推成果干，还有这个果酱。为了持续努力将屏东在地农产推向国际，为期四天的行销行程，县府也将马不停蹄，依序前往超市参访，同时进行拓销活动。再一次抢攻日本市场，验证屏东农产在当地备受喜爱，也代表屏东好物品质保证在国际已经打响名号。屏东芒果赞！记者日本东京做不到。台中市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在全市70处市场商圈首创发放物条券，而其中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中商圈，本来有190间店家合作，没想到在前一天晚上紧急发出公告，因为活动时间急促，店家名单有误值，变成只有58间。人龙排了好长好长，完全看不到尽头，大阵仗场面就在台中一中商圈的水利大楼前广场，大批民众甘愿顶着太阳排队，全为了这一张。那这边总共有4张券哦。台中首创发放的物条券，花现金100元就能当200元来花。只是原本一中商圈有高达190间店家可以使用物条券，没想到就在前一天晚间，商圈无预警在脸书发出公告，因为活动时间较为急促，店家名单有些误值，下修只剩58间有合作，不仅民众傻。他也没参与到的店家也很困扰，使用上会比较困难一点，比较局限，真的有一点选择性太少了，暂时没看到我需要的，可能会变成拿去吃东西了。市府经发局解释，问题就出在爱广场是只有一摊，而不是全部都参加，但尺寸合作店家数量剩下不到1/3，物条券依旧发烧，甚至还带动商家业绩，很多人都拿物条券来买，成长大概1-2%，成长2%，因为那个物条券的关系。这份物条券分作2阶段发放，在30处公有市场、17处摊贩集中区以及23处商圈，哪里拿就得在哪里花。上路第一天就出现争议，有人一排再排领了好几份，还有人根本领不到。市府想振兴经济，但一次准备跟配套没做好，让活动美意乱了套。而接下来就看6月第2阶段如何修正调整，扳回一城。浙江世界台中，参不到。